昆虫研究员，现在有看到一个大树，然后呢这边各种各样昆虫的图片 ，OK， 正的反的，你会看到数字全都不太一样。然后只要一的话，这边只有一只；三的话，这边有三只。以此类推，现在等一下我会转过去，然后我要你像这样子，把它随便的翻面，随便的翻面，通通翻面，翻面，翻面，翻完之后呢，怎么样？把它集合在一起，然后盖起来。OK， 好，我转过去，请开始。好，好，来，这个时候呢，魔术师耳朵非常的灵，只要怎么样，像这样在旁边听一下，噗哩，好，就可以听出来有54只虫。嗯，不相信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来算一下，一加十一等于十二，十二加十八三十，三十加上九三十九，三十九加三四十二，四十二加上十二五十四只。